听着他的小孩很戏剧化。有一天我女儿把我惹哭了，接下来的话你真的不敢相信，一个两岁多的小孩说，妈妈我爱你，我是爱你的，我是爱你的。接着你知道吗，小孩死他真的是情圣，他一直亲吻我的眼泪耶，他一直亲妈妈的眼泪，我都会哭。你说你每掉出一颗泪珠还得亲他吗？对啊，你没跟今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欢喜来了。